大家好，我是 Cooking Moo， 就嚟端午节，今日我哋嚟包广东咸肉粽。第一次包，发现其实包粽只系攞苦嚟身。拆开粽叶，剪咗佢个叶柄。我剪嘅叶柄咧就太少啦，可以剪多1至2cm。攞你屋企最大个煲，先将啲粽叶浸水，然后等阵再洗。我包粽嘅方法系用两块粽叶包一个粽。包16个粽就需要32块，咁你当然要买多几块，以防有啲叶会裂开啦。呢个系我喺街市买嘅5花腩，将多余嘅脂肪切咗少少，再切成大大嚿，宽度咧就比你嘅手指公阔少少。将5花腩放入密封嘅拉链袋，加入盐。糖、胡椒粉，落多咗胡椒粉，唯有滗翻出去。5香粉，豉油，绍兴酒。拉起的拉链，按摩是腌肉，放入雪柜过夜。腌软肉就洗粽叶，拿一个新的百洁布洗粽叶，同我俾心机去洗。恭喜你洗完一块，你仲有30几块。洗完咧就浸在水里面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因为粽叶咧会浮起嘅，所以就拿个碟压住。放在室温度过夜。Day two， 倒咗琴日嘅水，然后再加一煲新嘅水，开大火，喺水里边加啲油，水滚之后大火煮5分钟，熄火，室温摊冻。洗绿豆边3至4次，我买咗1斤绿豆，但实际需要大概10两。洗完浸水3个钟，洗糯米3至4次，洗完都系浸水3个钟。恭喜你，你嘅手洗到手指都烂晒嘅时候，就已经完成咗洗嘅步骤啦。捽走咸鸭蛋上面嘅灰，洗干净个外皮，然后打蛋，捞啲蛋黄出嚟。一粒粽咧，半粒咸蛋黄就够啦，所以我就将啲蛋黄切开一半，浸干瑶柱，浸3个钟。浸虾米都是浸3个钟，然后搣晒啲虾脚，拎埋啲虾肠走，咁睇落咧就可以靓啲。偷懒嘅就可以唔攞啦，但系你都拣包粽咯，偷咩懒啫？攞埋去啦。跟住就炒香虾米，白镬落虾米炒到水分蒸发，加少少油，炒到虾米闻落好香。瑶柱就撕开一半，糯米调味，加入油、盐、糖，搅匀。我怕棉绳有啲污糟，所以就将棉绳放喺热水度煮2分钟，将浸粽叶嘅水倒走。再用清水嚟洗粽叶，而终于咧就完成咗准备嘅功夫，可以包粽啦。攞2块长度差唔多长嘅粽叶，剪咗个尾，将粽叶近叶柄嘅位置放喺中间，重叠大约15cm， 光滑嗰面咧就朝上，而等阵就会向住里边。然后接起粽叶，
成一个好似碗咁嘅形状。食指同中指托住个底，放一大根糯米压平，中意食糯米就多放糯米，再放一大根绿豆边压平，中意食绿豆就多放绿豆边，放入两至三粒虾米，帮摇柱，咸蛋黄，五花腩。再放入可以冚过啲咸嘅绿豆边，压平。再放入可以冚过绿豆边嘅糯米，压平。糯米就贴住粽叶嘅边，将多出嚟嘅粽叶冚喺你嘅馅上边，反转揿住喺张台上边，将左边同右边多余嘅粽叶向上接。一边咧就用手指公压住，一边就用尾指压住，而另一只手咧就将剩低嘅粽叶接向一边，棉绳喺向头度留一小部分，然后拉紧棉绳，好紧咁包住个粽。每一圈嘅棉绳尽量唔好重叠，而系交叉。我会先打三个圈，然后打一个结，再喺隔篱嘅位置再打三个圈，然后又系打结。留一啲位置先剪棉绳，然后揈下去睇下佢会唔会甩出嚟。将五个种放埋一齐，然后嗰五条棉绳就打结。煲滚啲水，放啲种入去，确保所有种都浸喺水里边。大火煮五分钟，吸走啲种呕出嚟嘅白泡，再转中火煮两个钟。期间就需要加热水，确保啲水可以冚过所有粽叶。而恭喜你，你厨房喜糖作坊炸咗个厨房，终于得到粽一粒。